溜滑梯的话，它的腔位大概是长像这样子，然后你直上直下，它的盖子会在，它的扣顶会在上面，然后它往上一扣的话，就会变成立的，会直接滚下来。来试试看，来啊，加油！然后要记得要拍二手。一枚成功哎！耶！立马成功。对。然后这边再跟大家讲清楚一下，那个要怎么出。哎呀，出了就讲话就大声了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就真的是，它原本是这样子，海螺是斜在那个洞口这边，然后你的爪子会下去，然后你要二手，二手这里，然后它会立起来，然后就滚下来。哦。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先成功，一颗螺。好，喜欢的可以记得订阅哦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对了，跟着爸爸呀。No se entendería.